boss 哥，大佬神父刘凤平个老爷喺场，一代名花花影痕，过斗刘伯乐。刘凤平细细个就听埋好捻多大戏，跟住唱，有时仲做埋神童落香彩台版。大个女跟咗跳丑戏女晶晶学唱国语时代曲。中华民国54年暑假，唱后婆李香兰过之，3年赢咗《星岛日报》第6届全港公开歌唱比赛国语组冠军。咁巧，嗰条向东洋红过一轮嘅苏州妹胡美芳，被过斗大班州嘅细侄契家佬同佢被自杀。屌你老母臭花閪！我大班州今年都100几岁啦。其实我细侄有头有面，有老婆仔女，男人有2个臭钱，真系会勾痕，要搵靓女打翻炮得啦。依家啲斗机照完就松，玩完就算，点会有真爱得？嗰条姣婆胡美芳响上海大，的确姣。中华民国38年，走共产党落嚟香港，响湾仔东方道老子做母女。不过佢都够晒扮拉，一个屈美十代旁唱国语时代曲，死去东洋捞世界，俾佢捞到风生水起。之后响花都夜总会连续唱咗6年。暹罗石叻马来亚高棉条国安揽小女送含万难走运。中华民国54年至返嚟过年。最初每个月头千五含拢响尖沙咀金冠酒楼夜总会唱嘢。我个细侄晚晚拉埋成班大春代老死捧佢场。老细见佢咁难拉，加到佢每个月头2铁水。我细侄晚晚拉佢宵夜直落，跟埋返尖沙咀柯士甸路门牌26号3楼，上埋佢张床，领教埋佢啲烧冬拉坐连技术。点知条女要埋街食井水，我哋姓周嘅响香港有头有面，点可以俾个母女哥女入门噶？於是的住响中华民国54年9月18日礼拜六凌晨3点，昆佢吃晒成樽安眠药送佢归西。嗱嗱临9月19日礼拜日晏昼3点，响湾仔万国殡仪馆出殡，葬佢条咸鱼落柴湾华人永远坟场。咁咪仲好，唔系刘凤平点有机会？响中华民国54年10月代替钉盖拉柴嘅胡美芳，响尖沙咀金冠酒楼夜总会上位啊！佢最初净系唱欧美流行曲、日本歌架咋？大班走硬球，阿布拉罕细佬，中华民国56年，刘凤平上埋香港丽的影星嘅青年联谊会艺术歌曲欣赏，拉无线电视。欢乐今宵，中华民国57年6月死落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啦丽星大歌厅唱咗2个月。当时以迷你歌后嚟形容佢。跟住佢老母病撚咗，之后死落东南亚找浮，直到中华民国59年6月15号礼拜五至向石叻飞返香港，加入海天歌艺团。响6月20号礼拜六开始，拉张圆圆、许艳秋、洪云、冯素波、江露、田云、大眼鸡、余子明，响湾仔洛克道环球戏院登台。刘凤平亦有差影画戏，好似《爱的旋律》《父子神探》。中华民国64年10月9号礼拜四晚头黑6点半。拉丽的电视掌上珠，玉旦笑阴阴，搭南朝鲜大韩航空落嚟曼谷大京都，住响 Bangrak Bangrak 环乐园 Mahapritaram Mahfruttharam 马哈帕塔南区，ถนนพระรามที่สี่
Ramaphore Road 柏南西路门牌662号โรงแรม Mandarin Mandarin Hotel 明拉伦饭店事关大春代 Chan Bunkun Chan Bilical 请这三条靓女落力在10月11号礼拜六在明拉伦饭店做慈善 show 为我们泰国的残废斗机筹款这活动招呼他们去美南河游船河乐春姆里府珊瑚岛游水行农律花园添之后刘凤平一路都有帮香港丽的电视唱下主题曲好似挂出由汤旺执导的《聊斋志异》《蝴蝶血》咁亦有猜电视剧好似《十大奇案》之《三郎》刘凤平做匪徒李维哥哥女老婆女友维哥老公金童做匪徒李维张英做黄石斌中华民国77年4月24号礼拜日向加拿大云浮拉大学生食品厂老细邝中元结婚埋街食井水向云浮做少奶奶